跟大家大声说，你的名字是果果。果果，果果，果果，今天这个多久没有来台南玩了？还是常常来？我上个月有来过。上个月来过，那上个月来台南有没有留下一些好玩的印象，或是不管是美食啊，还是这个旅游的景点，跟大家稍微的分享一下？我一下高铁之后就喝醉到我走。对，所以我都是去台南，是有很多很有趣的酒吧，对，然后我很喜欢喝酒，所以我来这里很开心。OK， 所以这是记得啦，好，喝酒不开车啦，好不好？好，安全。所以呢，坐高铁回家最安全，然后坐计程车小黄啦都很 OK， 所以呢是一路就一下高铁就醉醺醺的。但是这个台南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城市，就是很多很有趣的巷弄，然后很多很棒的文化都会藏在那个小小的巷弄之间，可以去稍微的那个去稍微的发掘一下新的玩意儿。所以果果，你最喜欢喝什么样类型的这个有酒精的饮料？我最喜欢喝 whisky。 汉子哦，烈的哦，纯的吗？纯的，纯的。哇，果果你很 man 哎。OK， 那我就继续让你那个培养那个 whisky 微醺的感觉，好不好？好 ，OK， 谢谢。那这边啊，这边在播音啦。鼓手啊，鼓手，鼓手，我要捕捉一下吗？还是你也在播音？在播音哦。啊，那在播音的话，那这边台上器材处真的感觉非常非常的忙碌哦。现在大家可能内心有点慌张，因为刚刚跟阿关说是需要10分钟的 setting 时间，但现在已经超过了吗？超过了啦！不要闹你！好啦，因为这个器材一定要搞定，才能够给大家这个最完美的演出。那不如就是我刚刚一直 cue 张璇，怎么样都不出来，然后阿山一出来，张璇自动就被你给吸上来了。我不知道，超厉害的，因为这个我们这个麦克风有点 feedback 哦，应该哦 OK， 解决了。所以那个要不要聊聊看你对张璇的印象，你们的友情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我记得就是。张璇，因为我常有时候会看 YouTube 听他唱歌，那我听他唱一些很多除了自己的歌以外，还有一些其他乐团或一些其他歌手的歌。那我也听过他唱过《雨和眼泪》。然后我也在台上跟他合唱过几次《雨和眼泪》。那刚刚本来想拉他上来的，可是你现在可以召唤他出来啊！他刚刚已经上来了。我不知道，可能会太轻会飞飞。太轻了。在你，在台南，在马沙沟，在这个音乐节的现场，可以听到阿山 VS 张璇，雨和眼泪的版本。就是我先唱完之后让张璇唱，这样，没有其他任何意思。你刚刚是挖洞自己跳哦，好，所以阿山先不要走哦。OK 是不是？好，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各位，阿山，谢谢。你看，真的交情好。9月14号，4分位20周年演唱会。嗨，张璇你好。OK， 他是谁？我们一直叫他名字好不好？张璇 ，Are you ready？送给那个，送给，这首歌送给施正伟，玫瑰色。